他也琢磨怎么又是咱俩。确实，我们这算二次出台，没有关系。什么？第二次走出舞台啊？一定把话说全了啊！人家观众来说也是，看着两个人又是他们两个，哎，啊，确实现在来说呀，跟人家小鲜肉没法比。刚才那俩孩子啊，郎浩辰，逗哏演员，张九林，对，都90后的孩子吧？是啊，差不多吧，都年纪小，你90后，如今人家就能这么优秀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跟人比不了啊，80后的，对，跟人家一比，就不明白，问一下，80后淤什么呀？谁说的1880后？这还能活着吗？这个1980后，你们要不搅和乱不了，知道吗？别犹豫，别犹豫。1985年的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好样的！怎么了？干嘛？好样的！哎哎哎哎！今天我枪呢？哎，别揣兜，别揣兜，干嘛呢？咱这表演来了，是置气来了。生气！1985年，他们质疑我。你跟谁置气？跟他们啊！你跟观众较什么劲呢？我这拦你，我没说话，听我说。怎么你也较劲呢？我是那较劲吗？我这帮着你。你快帮！当然了，咱大伙儿都相信我啊，他确实是1985年出生的。您看，您不信，您信我错不了。您冷静。干嘛呀？拿着一话筒要开个唱啊？你这是，啊？他确实1985年，他属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干的事儿我知道。当年在这个，小白给我捡回来。切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赶紧给我回来，好好说好了，说清楚了，要不然头发给你薅没了。我那意思是说呀，我没说完呢。你有什么遗言？赶紧！你看，咱俩一块儿来德云社填履历。张鹤伦1985年出生，这是不是我写的？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？哦，我没以为。多讨厌！就是他干的，是干得漂亮。不让人说话，他自己瞎较劲啊！还得跟你说声辛苦了呗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说这不要脸的样儿，那个大嘴脸，应该做的。谁不要脸呢？你看看，看看现在来说，怎么了？年龄咱们已经不占便宜了啊，是都不小了。都是我1985年的，知道吗？你爱信不信没有关系，我身份证我本命年穿着红裤衩呢，我怕谁啊？你别别别别，咱们都冷静，真的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1985年怎么了？本命年啊。那我也想看看。你看这，你哪天没看过？我哪天看了？我们演出在后台，知道吧？都得换衣服。换上这个黑丝上来，这叫黑丝啊？这什么白的呀？废话，这是黑的，这不是丝啊？黑丝水裤吗？黑丝水裤，您收起吧，您这都跳线了，您这个。换上这黑丝水裤，就水裤。对了，平常我们也不穿这身，我没问那个，都是便服。我知道，都换衣服时候不得露出小裤衩吗？谁说你的？我的，您他的是看不见，他的裤衩都在肉里待着。我怎么就肉里待着了？我们这裤衩就是扒开裤衩能看见屁股，他这是扒开屁股能看见裤衩。没完了是不是？我说是穿红裤衩不一定是本命年。我爱穿红的。你爱穿你爱穿，你别说自己本命年。怎么了？红裤衩就红的，哎。谁也没说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什么呀？来来来，今晚来来来。让你一宿看个够。大哥也是没见过。大哥，对你澡堂子他不遇见过吗？到澡堂子了，谁还穿裤衩啊？我是缩澡的。他净来这个，你瞧。怎么不是？哎，我穿裤衩惹你了？没惹我。咋的了？你说你本命抢你风头了？你抢我风头不抢？怎么了？给你当口罩。您还是自己消费吧。
那你着什么急？啊、不是我着急，没说自己本命年的，就本命年，随意随意，年年本命年，太好了，还小呢，你打着滚活着好吧？再不打滚的，驴打滚、嗯。我要那豆面的。你别对付，你给我对付。谁跟谁对付？三两句话他老对付，不是对付您这语序都有毛病。谁语句有毛病？您说的这都有毛病。知乎者也得用。哎呦呦呦呦，哪叫知乎者也？怎么这多一劝架的是怎么了？这个干什么？要不你上来，咱来群口。这，你上来。哎，这不是私人恩怨吗？怎么还群起而攻之呢？没必要，知道吗？您激起民愤。他一个人，我们两个能对付得过他？咱们都冷静一下啊！确实没有必要较劲，对不对？之前都是上来你下来，你上来你下来，咱们都多大岁数了，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啊？没事少爬楼梯，真的、啊、我们不下台你们也别上台。 对， 对，刚才偶尔上了一个我还没留住，知道吗？行了行了啊，大哥喊了那么遥远的位置你还喊，你下回买头一排的没完了是不是？说点什么呢？你得会说话。我一直会说话，相声演员能不会说话吗？那跟那语言都是有知识性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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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对不对？怎么掉了油葫芦镇里边了？是嘴皮子干净利索，利索，每个字的读音读准了，不能说错呀。啊，真好！刚才您那句话哪个字能听啊？怎么你嘴里有裤衩吧？没有。哎，我那个是不是你穿走了？那你还穿着呢吗？哦，合着两条。合着我是搓澡的，尴不尴尬？有掌声不尴尬？切，无聊，这无聊到透顶了，淘气，对不对？说话，说话来说，大伙都得听得清楚。哎，这是每个字儿都得让观众听清楚了。你是怎么发出的声音？这是，你往后看什么呢？饿了？我以为您是憋得慌了呢。别往后看了，今天没给你做饭。对，哦，您这么个做饭呀、啊？傻家伙，不要玩，跟我们玩这个文字游戏。哟，还跟谁玩文字游戏？都没跟您玩呢，这是。攻击我干什么呀？没有啊。对不对？两个人讲究在台上说相声，干让大伙看点知识性、趣味性强的东西。您这也没有强的东西，这您要真能来，咱来一回好不好啊？来什么呀？来回文字游戏，凳次不一样。凳次？对了，我大学毕业多少年了？谢谢同学们对我的鼓励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不是怎么有？哎，对呀、啊。我们都在国外一块留个学的，都什么？我们在国外留个学。哦，您都在国外留过学的。对了，谁踩着你了？多少多少啊，还不太习惯咱们中文的发音方式和方法。你不是不习惯发音，你是不习惯说话。我们在国外。您在哪个国外上大学？哪个大学呀？国外。你猜，我猜猜。你猜，你对，你行行行，我猜猜，您是牛津。不，嚼不动。对，牛蹄筋儿那是嚼不动。不爱吃，没问吃不吃。牛津不是剑桥？不，剑修路都不修。这都不是高校啊，这个。那您斯坦福？呀哈，对，那儿毕业的。不对。不对，您美什么呀？还真能知道个地方。我知道这些呀，剩下的您到底哪儿啊？哪儿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大学，我大学比较神秘。怎么神秘？先说门口有个雕像，有雕像。这雕像啊，哎，这缺一胳膊，猜吧，给你个提示。杨过呀。你们家缺一胳膊就杨过呀？古墓学校好像是，那校车天天骑着雕去上课去，这是。无聊。
不是不是，杨过是谁、啊？没学问多可怕、啊！缺一胳膊那个。你说让我害怕害怕。维塔斯。维。摆学校造型。你要来哪个？是思考者，还是扔铁饼的那个？哪个都没有，那不是维塔斯啊！我说谁？那缺一胳膊那维纳斯。我拉倒吧，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？维纳斯打台球那是戴维斯。戴维斯不牛仔裤吗？那是李维斯。李维斯不湖南台主持人吗？李维嘉那是。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。李嘉诚不奶牛大王吗？那我也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你跟我倔强什么呀？废话，谁知道你们学校门口一排雕像啊？对了、啊、就一排摆一排，你管着吗？什么叫摆一排呀、啊、大学呀、啊、你别提这大学、哎、你学我给我们大学是那个芝加哥。芝加哥怎么了？是公牛大学。就不打个篮球什么的吗？我说 Chicago Bulls。说的说的你知道，哎，不是，我们是洛杉矶湖人吗？费城。哎，都是校友是怎么着？安东尼马刺。新泽西网。不会了吧？哎呀，我昨天看的 ABA 我忘了。别来这套了。詹姆斯。哎，哪个队的了？勒布朗詹姆斯。对了，哎，还是哪个？还是詹姆斯哈登。对的，森林狼大学的。森林狼大学怎么了？那是种植业的还是什么业的？管着吗？你光哪个大学？你光哪个大学？你光哪个大学呢？你小心您的胸椎。我不是说您哪个大学，就说您这学问，你管着吗？干嘛？管着吗？我跟您说呀，你管着吗？您冷静冷静了啊，冷静冷静。跟你连，我在这边呢。怎么还看？非得看着你说呀？看不看？我说您得尊重别人吧。好好好，尊重你。也是，他这个眼神确实漂流不定的，这是。怎么了？我跟您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待好了。你给我待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要真有文化，干嘛嫌你有脖子呀？我没脖子，我还能这样呢？我看真是的，回壳里待着吧。你管呢？我乐意。我王八是怎么着了？哎，不许美化自己。我没完了是不是？您要真有文化，咱在这儿来一回。怎么着？文字游戏。文字游戏。对，来。你还是学这个吧。啊，学什么蚊子呀？怎么了？蚊子游戏啊？蚊子游戏就是学蚊子。对，我瘦蚊子，你来个短粗蚊子。没听见说吗？短粗胖，没头发，蚊子。文字游戏是文学汉字之游戏，跟那个飞的那动物没关系。那不叫文学较量吗？谈不上较量。我中文八级，来吧。您就不打个桌子椅子什么的吗？干什么呀？那是木匠，你管着吗？啊，咱来再回八大吉祥，无所谓。干嘛无所谓呀、啊？这是命题的了。说这么八个字，天桃林海灯莲香八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还有了，天桃林海灯莲香八，谁不会说呀？不是，就光说这八。主持人说的都比你好。他说好是他的事儿，咱们得接着来，每一个字做四句诗。把头一个字拆开了变成两个字，二一句两个古人谁问谁，三一句问第三个古人，四一句到哪儿去，最后还得落在这头一个字上。哟什么语气词儿？他说别瞧不起那没屁股的臭虫啊，老有这话。还真行啊，您真是有能耐，咱先来这个，让他说出一大堆来。那可不嘛，大伙听得很仔细很认真。嗯，哎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你问这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刚才甩的时候把脑子甩出去了？干嘛？你不是说那么一大堆吗？对，先照我这个，我先说，你先来啊！来来来，妇女和孩子优先。这眼神是好不了了。咱先说天，天一大念个天。等。哎呦哈！一大念天吗？一个一，一个大，念夫，丈夫的夫，爷们儿，张九南。你提他干嘛呀？我也是疯了，我本来就是。我提他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这
不出头。不，你得说呀，一大不出头，不一大不出头，你可得，这还叫诗吗？啊，再说我们说不出头干嘛呀？我们说一大念个天，大伙儿都知道，你知不知道无所谓，靠观众理解啊。那可不嘛，好吧，来，人家都高智商。行，一大念个天，一大念个天，那谁问谁？古人啊，吕蒙问孙权，哎，兄台，怎么着，兄弟？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三国吧？对呀，摇什么脑袋呀，跟这儿？行，还能给我拽出两句三国？那干嘛还拽呀？呵，三国，吕蒙问孙权，是两个人物。吕蒙大伙都比较知道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他的技能是克己，克己就抓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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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出牌，哎，都是在抓着一个诸葛连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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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您说那是三国杀，桌游那是。对了，孙权拿手的技能是制衡，容我三思。这还是那游戏，这是两码事儿啊。三国人物，吕蒙问孙权，哎，对了，问谁？问关羽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麦城宾了天。关羽死在了麦城。对，天字起，天字说的还真行，是还有那么一奶奶的学问。这老有这词儿，您瞧瞧，该您了，我 听我的，嗯，说一大不出头。哎，啊，念个天，就不用，叫一大念个天。谁问谁？括号不出头，非得有这不出头吗？哎，啊，上面来个竹子头，念什么？天字上面一竹，念笑。对了，咱没说笑，没说笑。上面来一个口，念什么？天字上面一口，念无。哎，上面来一个日，念什么？日，念号。下面来一口，念什么？天字下面加一口，念吞。哎，上面来一个宝盖，下面来一个口，左边来一个单人，右边来个立刀，下面四点底，这个。我不知道。不念字。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了？我怕你蒙蔽我。谁骗谁呀？休想蒙蔽我。咱就说这天没那么多偏旁部首的。一大念个天。谁问谁？拖一烟。我弄死你！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豪仙问陆仙，很简单。不是这个豪仙陆仙是哪儿的古人？豪仙没学问就在这儿了吧？我没学问。当年上在学校学习的时候，你都学什么了？反正跟您不是同学。对，我国外，我芝加哥的。我不问你国外哪儿，我就问这豪仙陆仙是哪儿的？就这么一部叫《三言两拍》，三言二拍，当中有这么一部叫《伯娘子》，白娘子，伯素贞，啊不不，大伯蛇。行了，你随意吧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五月端午误野了雄黄，啊，对不对？法海留住了许仙，阿弥陀佛，你那个娘们是妖精。这法海说话真是够可以的。徐仙吓坏了啊，他不可能，你娘们才妖精，你都没什么文化。哎，阿弥陀佛，我没有娘们儿，别聊了就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哎，雄黄一试便知，我这儿有啊。许仙从他那儿弄了二吨雄黄，批发去了，二吨二吨的来，弄了一口袋，二斤拿回家去。倒在了酒里边，嗯，跟白娘子、伯娘子啊，非得改过来，推杯换盏啊，嗯，娘子，喝点儿。我觉得这像我爸爸。干嘛呀？咱别糟践许仙啊！不是，您好好跟人似的啊！你当你是许世林的啊？惭愧惭愧，不要脸。哎，娘子，喝点儿。你以为你是白素贞呢？白素贞，这个哟，官人，真是好吧？嗯，端起来，饮掉了。喝完之后，坏了啊，浑身燥热啊。不是，我是问您那豪仙陆仙在哪儿？别着急，我先热着呢。官人，官人，不行了，不行，我先上床了啊。哎，上床去了。嗯。许仙拿着酒杯，啊哈，行啊，这酒劲儿可以啊，行吧，那我也尝尝，一饮而尽。喝完之后，娘子我来了。不是，我问您那豪仙，别着急呀，我来到床前就一撩帘，里边白娘子变成了大白蛇呀，现形了一下啊。许仙一看，当场吓死了。
晕死过去了。但一会儿的功夫，那白娘子变回了人形。嗯，呀，哦，变成人形，再一看，许仙已经躺那儿了。是啊，哦，白娘子琢磨，完事儿了。嗯，啊，什么？就是酒劲儿过去了。哦，您这么说我们能明白。啊，酒劲儿过去了。再一看，不是那豪仙陆仙在哪儿呢？别着急，快出来了。嗯，好家一看，哟。怎么吓死了啊！赶紧探探有没有鼻息，看一看，死了，多新鲜呢！这么探能没？哎，赶紧的，仙山稻草啊！啊，是啊，哎，看守灵芝草那两位出来了啊！啊，谁呀？豪鹿童子啊！豪仙鹿仙，节目 game over。您都这么一大圈，就这俩人呐？就是他俩，豪仙鹿仙呢？哎呦，您早说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不行，知道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底不动，过程才重要。那问谁呀？豪仙问鲁仙，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怎么又出一南极翁啊？南极子老寿星，背头大脑袋，嗡。哦，寿星老。对了，他哪儿去了？跨豪奔南天。哦，上南天门了。对了，豪啊，豪就是仙鹤，骑着仙鹤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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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，切。这俩真是黄金组合，对不对？啊，骑着仙鹤呀！好，好，好，咱接着往下来，啊，怎么了？来啊！可不是来吗？木照念个桃，您轻一点好不好啊？木照念桃吗？张嘴就说，怎么不念呢？一个木头的木，一个赵云的赵，你告诉我这念什么？谁说是赵云的赵了？我们说是那个赵，瑞雪兆丰年的赵。哦，那你说宽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宽带，你说宽带，你说 WiFi 都行啊。那我怎么说呀？对，你说木宽带念个桃。我跟您似的也有病吗？还木宽带，那能有信号吗？那个，你说那个赵他们就懂了，人家都能懂。瑞雪兆丰年的赵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木赵念个桃，来来来，躲什么呀？许褚问张辽，哟，嗯，兄台，怎么着？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。这个是三国吧？对呀，我都懒得搭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三国那个三国，句句离不开三国。有这能耐？那可不吗？许褚张辽他都能说出来。那是了。许褚张辽，许褚知道吗？嗯。裸奔斗马超有这么一部。裸奔？裸衣斗马超？对，裸衣脱了一半。哎，对，脱了一半追马超，扎针，马超吓坏了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从那个老狼的婚礼里逃出来好不好？怎么老有这种人物呢？这是把衣服穿上，我要不然这样我伤你，我不叫我的能耐。这不是这样的呀，是有这个环节。许褚吗？许褚，对。张辽，张辽更知道了，偷牌那个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还是三国杀。行了，得了，我谢谢您吧。啊，许褚问张辽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相府献寿桃。桃子过生日。哎，对了，简单之趣，该您了。听我的，嗯，说一大念个天，木照了，木照念个天，桃，不是木照念个桃。我对了，为何歇我？我好像顺手了，哎哎哎哎哎，冷静冷静，我舍不得，谁的孩子谁不爱啊？我跟你别来这套，赶紧说。啊，说木照念个天，桃桃，木照谁的孩子谁不爱啊？念个桃，谁问谁？麋鹿问仙毫。哎，不对呀，刚才您豪仙问鹿仙不是问过了吗？啊，刚才是他问他，这回是他问他，这不一样吗？这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啊，不能他这说一句话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吃饭了吗？你怎么在这边？呵呵，多尴尬呀！这俩还这么说话呢？不是你问一句，你也得问一句，光你问，这一俩天不聊死了吗？好好好，对不对？麋鹿问仙毫，麋鹿问仙毫，问谁呀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背头大脑袋，还是这寿星老？对，哪儿去了？玫瑰园去看桃。好，好，啊，我老觉得玫瑰园又多一贵宾。嗯，
纷纷挨着张鹤伦吗？您是真敢说。一代新坟换旧坟。好嘞好嘞，咱接着往下来啊。纷纷挨着张鹤伦，我也不知道谁编的，这是这没什么可露脸的。二木念个林。二不是、啊、您能不能轻着点啊？您这怎么打三回了？您这硅胶打坏了，这有这元素成分吗？这那你怕什么呀？不是我怎么了？二木念个林也打两个木，两个木知道吗？哎，念林吗？眼木那个？谁说是眼木的木了？哪个？两个木材之木啊？哦，那你说清楚啊，两个木材的木。我老说这个。念个林，多耽误功夫。二木念个林，行，听你的。哎，张飞问赵云。张飞问赵云。对了，问谁？问黄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躲避密宗林。长坂坡单骑救主。哎，对了，听我的。嗯，说。哎，不，您先等一会儿啊。刚才那个豪仙也问过陆仙了，麋鹿也问过仙号了。就让他们俩就别聊了，行，好不好？别人不完了吗？哎，换别人。对，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豪神问陆神。您这还是这俩人呢？刚才是仙，这是神，神比仙大一级呀、啊。这还有级别之说？经过九道天雷，上升飞神呢、啊。啊？凉凉没不知道吗？三生三世没看过吗？没看过。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浅浅岁月覆满黯然袖，翩翩芳菲如水。我给你唱什么歌啊？这又不是歌曲比赛。这首歌打得我一个措手不及啊！快，我也没想到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豪神问陆神，豪神问陆神啊，问谁呢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哎，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少卿，奔头大脑袋，奔。哎，抢我词儿啊！我抢你词儿啊！我也知道是他了，他哪儿去了？哎，去钻小树林。我这老寿星钻小树林啊。对，刚才你的张飞为什么被谁啊？我张飞问赵云，赵云为了黄嫂、啊、赵云为黄嫂。对呀、啊、我们这是老寿星为嫂黄。对啊，不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小树林里边老有那少男少女的不学习，跑小树林里边谈恋爱去。哦，搞对象。对，老寿星过来管管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赶紧回家去，在这儿多扎得慌。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就是林沟草密的。不是，您赶紧回家，别来这事儿。对对，你赶紧的上学去。好嘞好嘞，这老寿星。行，咱接着往下来。水美念个海。水美念个海。周瑜问黄盖。好，谁问谁？问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。哎，什么灭绝了？怎么灭绝了？早的事儿了。还早的事儿？对了，建国前就灭绝了。不是孔融怎么？哎呦，这不是下的地震、哎、海啸、流星雨，恐龙哟、哦哦！回来回来回来！还真好，您这是恐……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没有再来一个恐龙啊，都是成群的，这不像话！跟着我。你给我回来站好了。谁说恐龙了？什么呀？恐龙。恐龙？那你跟我表演什么呀？小短腿儿，还蹬蹬蹬我。我也是为了观众的喜好。恐龙有你们的短腿啊？恐龙就你那腿啊，也就是恐龙的前腿儿。还前腿？您分析，这咱说的是恐龙。恐龙。龙四岁让梨的那个。我。你说清楚不完了吗？这您听错了呀。四岁让梨。对，小孩吃小梨。对，大梨有虫子。是，这是谁说的这事儿啊？孔融吗？人家让梨是为了谦逊。我知道。哎，少居在北海，北海太守孔融。对对对，行，听我的。是，您先缓口气。这孔融心肺还不太好。然后您再听我说说啊，咱这个豪仙陆仙都已经升成神了，也挺累的，是吧？这逢六逢日的就在家歇歇，别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不喜欢他们？我太不喜欢他们了。换人不完了吗？赶紧换吧。说水美念个海，谁问谁？豪仔问陆仔。
真好啊，这俩神是没出来，这崽子都出来了。对，人家得哺育下一代啊。啊，是啊，神仙慢慢不都绝了吗？好好好，来，不得有点小神仙来继承吗？哎，说吧，对不对？豪宅问路仔，问谁呀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哎，我的词儿。对，南极翁哪里去？没必要再说一遍吧？愿意啊。啊，哪儿去了？歌厅唱大海。嚯！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老头回知道啊，高歌一曲，老寿就还是一麦霸，还上歌厅唱大海去。愿意啊，也得有点业余文化生活呀。啊，行，咱接着往下来了啊。灯，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魏延哪里去？找司达叔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魏延，请找司达叔。魏，您这魏都长在这儿啊？啊，转移了。这胃还能转移？对，魏延找司达叔，后来找马丁丁。司达叔没有，马丁丁也没有。咱说那魏延不是得的这个病，魏延，蜀国大将魏文长。你就说文长哪里去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说文长，魏延大伙儿都知道。行，听你的。哎，文长哪里去？魏延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闯灭七星灯。七星灯五丈原，诸葛亮归位。是。七星灯五丈原，诸葛又相星啊！哎，嫌你啊！我替老寿星唱，我这。说不，咱知道这个呀。行，该您了。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豪童问路童。您这是连续剧吗？崽子长大了就成童了是吧？合情合理的。这还合理呢？这个。对了。好嘞，南极翁哪儿去了？南极翁哪里去呢？嗯，去闯红绿灯。您这都不合理了啊！怎么了？老寿星闯红绿灯。对了，你看人间限号啊。是啊。天上人家也限，天上限腿儿。限腿儿？对了，你老寿星人家限单腿鹤、双腿鹤。今天老寿星人家限单腿，结果老寿星骑个单腿鹤，但是有事儿啊，就玫瑰园那等着呢。哦。对不对？闯过去，郭德纲。哦，这单腿的就得卖卖力气。那当然了。哦。腿往前蹦。行，老寿星去就干这事儿的。好嘞，咱往下来。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问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呀，我下回给你。我逮住你破腚了啊！内殿站。你站着我也逮住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刚才一大念个天的时候，他这吕蒙问孙权，这会儿车走念个连，吕蒙又问孙权。哎，没词儿了吧？没词儿了吧？俩人出来过一回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那出来过一回了，对，你那大脑袋出来800多回了。我说什么了啊？又闯红绿灯的，又钻小树林的，闲着没事还唱大海去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再者说了，我们后边不一样啊。那你说后面不一样不？您也没让我说呀。那你说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张飞哪里去？对不对？哪儿去了？三马并相连。哟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听我的，来说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。您这也出来后边不一样啊。南极翁哪里去？他不也出来后边不一样啊。旅游去大连，嘿，不一样啊。就这一句不一样啊。对了，吃点海鲜。还吃点海鲜？那大连得有口音呢。哦，好，要不然人家不得黑你啊！甭提这事儿，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谁问谁？从大连回来吧！啊，谁问谁？哎，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刘备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龙凤呈祥。刘备去。都能说上来。该您了。何日念个香？我就想听听谁问谁。豪邦问鲁邦。您是真敢说呀，这都一帮一帮的了。对，你们德云都成社了。
神仙怎么就不能一帮一帮的呀？好好好好好，南极翁大脑袋都上哪儿去了？南极翁哪里去？非得要这句，哪儿去了？洗澡擦香香。哈，哎，洗澡洗白白擦香香，坐排排吃果果。这老寿星上幼儿园去了是怎么？洗澡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水晶澡那保湿润肤。锁住水分。逃不掉，水灵灵亮晶晶，清爽爽滑溜溜，保湿的皮肤真真好。用你啊！我怕老寿星一个人累。不累，还不累呢，还不累呢。洗澡很快活的事情啊！我就挠你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撇儿那念个八，搓搓后背。撇儿那念个八了，别搓后背了。过去了，当然了。撇那念个八，哎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我刚。我早晚这边截肢，我告诉你，你先别截肢。刚才说了啊，刚才说了，往后都是三国。那这会儿撇那念个八，唐僧问白马，说着说了改了《红楼梦》。你让大伙儿这是《红楼梦》啊？这什么呀？《水浒传》。你看这个弱智的样子，是不是？《西游记》。对了，为什么改了《西游记》了？你不要质问我啊，我改为了你也改，就不。还就不，这就不合理。你跟那一豪一个路，最可气的那大脑袋，啊，天南地北哪儿都去，线腿都往外蹦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换你也得换，你要不换，我让你永久的在这里待着。不是，他要歇死我也好啊。你们还有同情心吗？大小也是个生命。你看看你啊，激起民愤不像话，我改你也得改，改不就完了吗？那就对了，先听我的，撇儿那念个八，谁不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儿呢？好好说话，哪儿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，猪老八谁啊？猪八戒呀，你二哥。怎么了，二哥？二师兄，师傅要被抓走了。甭管这套啊，我就听你这个。此物与金而落，与木而枯，与水而化，与火而焦，是与土而入啊。大圣，老僧真不知道啊。可以，徒弟，徒弟，徒弟。咱们一个八大吉祥就人格分裂了吗？啊，你不说，你别说的没用的，我听你这个。你不说到西游记了吗？我说西游记了，我换你也得换。我也换西游记啊。你甭换西游记，我叫你人物得换。换不就完了吗？来说，有的是词儿，我听听。听着啊，说撇儿那那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家问路不行。撇儿那那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叉问路叉，有叉这个。豪捏问路捏，你查查字典去，有这字儿吗？豪嗲问路嗲，没有这么嗲的。这说豪不行，豪摸啊，是饿了是怎么了？豪哥，豪说豪什么豪？说撇那那个八，谁问谁？我豪说。